多谢你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喜欢，请记得给我们点赞，同时请留言支持及订阅我们的频道。焦点是一个推广知识共享的综艺网络平台，你绝对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内容。影片资讯栏有主播的网站专业连结及联络方法，更可以领取网站免费公开网课，名额有限，把握机会。嗱，咁有一个问题我都想问嘅老师，就系咧，即系由近年尾嘅时间啦，咁好多观众咧，其实都可能例如话，透过好多唔同嘅一啲嘅法门啦，吓咁样，咁啊都希望咧自己下一年会更加好啦。其实个个都系咁谂噶嘛，系咪先？系。咁我想问下啦，即系喺例如呢一个嘅，你嘅提供到或者你帮到佢哋嘅层面上啊？呢类型啊，呢啲咁嘅年头年尾嘅时间啊，其实佢哋如果去揾你嘅时候，可以做啲乜嘢系最能够帮助到佢哋咧？睇翻自己个元神功咯，最主要够唔够明亮啊？干净啊？够唔够能量啊？咁样。就如果是不够的，这样就全部要调整一下。调整完呢，你那个能量场呢是移动过之后呢，它就真的会转变的咯。哦。是啊，即是好像好像一个水壶这样，是不是你掟嚿石落去，那它咪有好多一圈圈咯，它咪移动到它咯。咁你自己睇过你个调嗰个元神功，调整个嗰个自己嘅能量场，咁就系会转动，会喐动咁样，唔会好似一潭死水咁样，唔会喐咁样，就会加埋你个心态啊、念头啊，咁你个境就会转噶啦。系。哦 ，OK， 咁所以咧，其实即系咧，大家都成日都话想改运啊，系嘛咁样，咁其实咧方法好多种嘅，系嘛，即系所以咧，即系方法有唔同嘅时候咧，咁大家即系可能拣一啲系合适自己嘅咯。咁你知有好多人咧好大头虾噶嘛，师傅如果叫佢话，喂东北方摆啲乜，西北方摆啲乜咁样，系嘛，咁佢可能佢心谂喂。死火啦！啊，即系我自己啲嘢都未分得清嘅时候，呢度摆啲，嗰度摆啲，喂错咗咁点算咧？系嘛？咁所以其实咧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元神功都系心灵嘅风水嚟，系嘛？系啦，系啦，元神功就最主要我哋嘅心念咯。嗯，系心念系最快嘅。嗯 ，OK。嗱，咁之前咧一路都提及咗好多咧，就係关于啊老师咧，就係呢一个嘅著作嘅推出啦。咁大家可以喺影片资讯栏揾到个连结啦。咁亦都係老师嘅元神功嘅课程啦，又推出啦。咁其实一路都做緊㗎吓，咁即係都有好多一啲嘅观众咧，都係有好多一啲嘅意见反映俾我㗎。咁嗱，老师，咁我不如即係借呢个机会咧，分享下啦，分享下有冇啲学员嘅心得啊。好啊。咁特别呢就係、是、我知道呢有一个好深刻嘅印象呢，就係呢一个嘅游地府啊，有啲嘅学生呢佢哋个分享都好精彩㗎喎，老师。係啊，我好似有一个美国嘅学生啦，咁佢就好即係十四五岁到呢，佢就全家移民咗去美国啦咁样。其实他就没有接触过地藏经的。他就是佛教那些东西啊，或者拜神那些东西啊，他都不是很认识的。但是我带他游地府那一下呢，就是上课啊。他真的好像整个地藏经里面讲那个地狱呢，佢都講曬出嚟嘅喎，感覺到嘅喎。哦。咁佢仲用咗好多時間啊，佢仲唔願意走喎，仲想睇喎。跟住我話你睇咗好耐㗎啦，咁樣你要離開啦。佢話唔係喎，好似唔係幾耐喎。咁我話唔係啊，好耐㗎啦，成個鐘㗎啦。嚇，有咁耐嘅咩？咁樣。
佢咧就真係佢去到每一層咧，熱佢就好熱嘅，凍佢就好凍嘅，佢全部都係感覺感應到嘅。咁我都有將佢個個案咧寫咗喺呢本書嗰度，嗰度佢仲自己畫出嚟喎。係。係啊。佢仲有畫出嚟嘅喎，咁即係大家可以買本書嗰度睇下咯。嗯，咁啊，所以咧真係大家密切留意啊！喺影片資訊欄咧，咁啊會揾到老師咧呢一個嘅連結啦，專業嘅連結啦，咁啊撳入去就可以見到老師嘅著作啦，係嘛咁樣。咁啊，大家亦都不妨咧，即係可以係去買啦，係嘛。咁啊，可以咧，即係睇多一啲，原來喂知道元神功係一件咁得意嘅事情嘅，同埋就係呢啲咧，始終係老師嘅一啲嘅即係經驗啦，係嘛？咁啊專業啦，咁啊同大家去分享嘅時候咧，咁我相信咧，可能啊學緊元神功，或者甚至乎你從事緊元神功咧，我覺得都係一種咧幫到自己嘅一種嘢嚟。係啊，買呢本書睇咧係可以知道原來好多嘢咧發生都係有因果嘅。好多人都忘记了自己咯，自己的灵魂其实很厉害的，什么都知道的。OK， 嗱咁啊，即系今次呢一个访问咧，不如我最后一条问题就问阿老师啦，好嘛？头先你提及到，即系例如就系自我自己嗰样嘢，其实喺你即系从事紧呢一个嘅即系开运啊新心灵嘅呢一个工作嘅时候咧。你覺得咧，一般人佢哋好多時候嗰個自我迷失咗，或者係變差嘅時候，其實佢係同佢係發生咗一啲乜嘢嘅問題咧？係佢唔肯面對，係唔肯面對自己啊？定係嗰個嘅一啲嘅佢現時嘅態度習慣唔啱啊？定係關乎到因果業力啊，邊一類嘅原因會比較多啲咧？其實咧就係佢本身嘅原生家庭啦，點樣長大啦，咁同埋自己有冇真係去探索多啲啦，想提升自己啦，更加即係。覺得自己有價值啦，而是呢要相信自己肯能夠跟自己的內心的靈魂溝通咯，不要俾我即係一般坊間講小我高我咧，即係好多人唔識咯，即係意識啊、潛意識啊咁樣，其實都唔知咩嚟噶。好多時候都是帶住個意識去做嘢啦，個潛意識啦咁樣都唔明白點解，咁所以咧就係要去上課啊，學多啲，聽多啲咯，咁提升我哋自己咯，令我哋自己係覺得自己係可以做到啦，係有貢獻啦，係可以將嗰啲恐懼啊、唔開心嘅嘢啊，全部清除曬去咯。咁元神功咧就係、教你點樣同自己嘅高我靈魂啦、溝通啦，即係叫做工作人員啦、管家咁樣咯，就係、是、我哋個高我咧教親我哋啲嘢都係啱嘅，小我咧就係、是。教親你啲嘢都唔啱噶，咁真係要自己多啲學習咯，即係要唔好浪費曬啲時間。OK， 嗱咁啊，再次重複啦，喺影片資訊欄咧就會揾到鄭桂蓮老師嘅專業嘅連結啦，咁啊撳入去咧就可以了解到咧就係、是、老師嘅新嘅著作咧嗰、那個推出嘅情況啦，同埋就係老師嘅元神功嘅課程啦，咁啊同埋就係知道咧就係、是、可以揾啊老師咧去睇呢個元神功啦咁樣。最後都問多一條嘅問題就係、是、老師，我想請教下啦，咁例如下學習上面啦，課程啦，
如果佢想线上得唔得咧？线上我好多喺英国啊，或者系美国啊嗰啲学生都系线上学噶。哦，佢哋嚟唔到学噶嘛？系。咁但系即系都有啲学生喺英国啊、加拿大啊咁过嚟学都有嘅。系。线上都可以噶，咁系要专程教佢一个咯。哦，咁即系嗰个嘅就配合程度就要高啲啦，真系要夹时间啊。系啊，要夹时间咯。要特别啲啦。哦 ，OK， 咁啊，所以大家吓、密切就留意啦吓、即系我知道有啲观众咧，其实之前都有问过我嘅吓、即系例如话喂佢喺外国，可唔可以跟到老师学啊？咁样咁通常我就直接我就好，我俾老师嘅联络方法俾你啦，即系我不能够代答系嘛咁样。OK， 咁好啦，咁今次咧就相当之高兴啦，可以邀请到老师去做访问啦。咁啊，下次有机会啦，我又希望啊老师咧又有一啲新嘅呢、这个嘅可能服务啊咁推出嘅时候咧，咁又再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啲有趣嘅事情啦，好冇？好啊，好，拜拜。好，多谢晒，拜拜。多谢你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喜欢，请记得给我们点赞，同时请留言支持及订阅我们的频道。焦点是一个推广知识共享的综艺网络平台。你绝对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内容。影片资讯栏有主播的网站专业连结及联络方法，更可以领取网站免费公开网课，名额有限，把握机会。